啊，好的好的，在那里面。这么你妈清楚，百王权啊，我不用，我一直那个坐着呢。我刚才一是坐我屁股难受，二是我在路上差点没憋死，真的。我当时就是纽约那一段的时候，我就想找一个 serving area， 就找不到，一直堵车。我们没有堵啊，好像。你没堵，你们是不是跟我走路不一样啊？哦，我们好像走错路了，然后就没堵。哦，那也不见得是错的，看看。我堵在纽约那儿，堵死我了。我真的，我就下来上厕所的时候就没法正常走路。奥斯卡扶我去了。好蛋疼哦，在这录的，我这声音不会录进去吧？应该会录进去。我操！这人太小了，不能拉的。但是我嫌那个拉进来，我老得转。为啥主席停车？停这么久、啊，但是队魂已经拿着机会了。不是，他去拿披萨。哦，太厉害了！你怎么没把主席也带了？去不带呢？拿个香水，柱子后面。柱子后面，好好看到了，就是主席完美，长得就像计算炮。没有，我正好站这儿，那个主席都被柱子挡住了。完美被挡。啊、这边普林已经开踢了，这是比赛吗？是啊，这是普林嘛，黄的是，绿的是，这个是布朗，我感觉轻松随意的、貌似轻松啊、哦，绿是达特茅斯，主席辛苦，好的，别放到赛亚边上比较好。布朗，那是布朗，布朗。我操，这你怎么录啊？给个大哥哥一特写。不对啊。哎呦！这好蛋疼啊，我不行了。看着就费劲。应该是一个肩扛式的标，对吧？对。哎，主席呢？主席有地方。主席在那儿。我
主席好灵动啊！我操，简直抓不住主席。射的一大射！你这个解说都在里边儿，还分球了吗？你要去找主席拿嗯，算了吧，先这样吧。B B 拍我们自己啊？对。为什么要拍他们？哎呦，又来了，好像可以。好小，很难进、啊，所以得需要你。就投球你，你得往下顶，就很难。打半高球估计容易进。对啊。所以角球的威胁其实不是。那科大其实踢的真挺好的。布朗踢的也不错。布朗以逸待劳。布朗离得近吗？离得近啊，比咱们近啊。布朗不在热带伊兰。牛逼！哎呦，哇，手球了！我去，我不管他傻逼了。手碰到就是犯规。手球啊！对。我靠，这裁判也是专业，拎个手机。哪个是？啊、哦，明显穿帽衫的大哥是裁判。在看看时间嘛？我觉得是啊，这不专业、啊。应该买个 iWatch 是吧？哦、我录的这么傻逼，会不会被宋队骂、啊？那毕竟不是专业的，那还能要求多少？我觉得好啊，他们好厉害。我觉得布朗踢的比哥大好。进攻，哥大他们说那前锋是什么最佳射手？美东杯吗？那一会儿那个康奈尔的那个前锋牛逼。是吧，大中锋，对啊，1.85米，可是这个投球没用啊，你而且人家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人高马大，对，人高马大，他能，而且膝盖好，他能争顶，但是这个门是是，这门哪怕再高一点也行。只有你热身的最专业，只有我就是。还说了这个，那就你首发了一会儿。守门吗？真的，你少吃点吧，放心。我有点饿。嗯。没看我只拿了一块。我操！还要拿多少？本来想拿两块，后来想了想算了。你中午没吃饭吗？在 Popeyes 上厕所上买了点。喂，哎，太危险了！东北那群人，好多人都穿了那个哥伦比亚的衣服，特别傻逼。没办法，人家有那个牌子，毕竟没有骗这个牌子，就不能不穿哥伦比亚牌的衣服吗？穿个 North Face， 就唯一一个有可能造成歧义的品牌。哎呀，谁扛住？我操，布朗挺牛逼啊！我一直以为布朗，我哥大他们中场都掉了我们队Ah!
就没有直接进球，对，都是间接的。你是不是认识那个人啊？谢永龙。我？嗯，对。不认识。就是连昂。对，连一个都不认识。对，有回你问毛爷这个人。对啊，穿白衣服了吗？四号没有啊，连那四号，连四。我问的是那个。哪个？就名叫他男朋友啊。啊，那人也叫这名是吗？对。啊？嗯，对。我忘了，应该不是他。哦。他这周应该去维纳看名字。你在想？呵呵，我没写完那个。JS。小黑哥没写，其他的都写。我现在差一个法律的 final paper， 然后小黑哥的两个。啊，想学法律。其他的我这学期就都写了。法律要背很多东西。你们那个不用背。其中用背。那学个屌。没有背用。没有背就成我现在这样。法律不背，那还学什么？我们学的不是那种打官司那种法律，打官司国际法。我打官司啊 ，tort law 吗？啊，对。我们学的国际法是吗？对啊。主要学一些法律是那种法理性的东西，好高端的感觉。民事侵权法。给你 tort law 的标准翻译，好行。哎呦我操，没录着这块儿，我操！最精彩的一攻，他们等下看回放。我们刚刚有一球差点进了，我一看，哎呀，怎么没有？怎么了？犯规了？这个点球其实挺无聊的。这不会是耶鲁的主场吗？这是啊，那还写呢 ，Yale guest。那他妈也挺惨的。要么能用两天吗？你把喷塔尔弄两天，比赛全自己用试试。好像哈佛有足球场。有啊。哇！我操。也是够拼。上次去哈佛没看到什么，好想踢球啊！先康复了再说。好难过。明年艾比陪我踢吧。明年艾比我至少能陪你们热身，我觉得。我已经毕业了。明年艾比十二月份。你是？哦，你 SE 都是一年半吗？我有两年。那你们一年半毕业？没有，想一年半。你是故意跟赵卓曼一块毕业吗？他也一年。对啊。他一年。知道。我操！那你新房子的例子是半年的哦。因为我就想，半年毕业，然后出去旅游半年，然后再回去。也是会玩。我就是当时的计划是带着我女朋友去欧洲玩，出去要饭，朋友没了，我操！计划他妈毁了，把我回来了。当时想的是这个暑假实习赚的工资存起来去欧洲玩，好伤感。王晨，你表示一下陪对魂玩。悲伤的故事啊！你陪对魂玩去。我去，我才不。哎呀，怎么能这样呢？哎呦我操，好累啊！好啊，那时候我能走路了应该。我们是那时候那个。对，七月十号。去，你也去北京？两周是吗？那有。没有两天。啊？去干嘛？就是那个什么宾大的那个什么沃顿中心，他们搞一个宾大，然后我们。两天就玩。两天迎新，我们只负责迎新。对啊，迎新就迎两
哦，就是那种，啊、哦，我懂，就那种新生招待会欢迎会。是我们的吗？喝啊、哦，不是，是那个是那个是，这些都不是。啊，这些好，哦，这些绝壁不是，是喽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咱们那没有这样的，不是咱们那有的在那边，主席热身吧，热身啊，这场地太烂了，别伤到。主席爸多帅啊！主席鞋，感觉各大逐渐占据了上风。是。我也不觉得这爸不错。啊？跟真阳板。我操，这飞机打的！这场地应该没有冰架了。冰架，那个别的队来踢球都说那是费城周边最好的球场。但也很难说像他们这样。一下子用两天，不好借了，太不好借了，借俩小时每回都出去。校工和他们也不知道，他们出发特早，然后不是我们还在分手时候，他们都到那儿 Jersey 了。对啊，然后就迟迟不前。我也不知道，问一下。哎，他们到了，这Jersey说他们到了，进了，这草路上了吗？好像是路上了。你经理，经理，你们到了吗？主席，你带 DV 了是吧？带了。那一会儿录咱们比赛时候再用吧。录下主席的倩影。啊？录下你的英姿。你说的啊，那我不上场。我肯定上啊。来了车没来？还有哪个车没来？都来了，但我现在找不到那个经理他们。哇！这踢的是哪儿？我打扫公司有福田干的。好我靠！别动！到卓曼去了，啊，他去看球了。哦。哎，这边的呀。啊，这家，我去，小东哥这穿的。不加带口了，感觉。不是我问你，这穿着也太……我球衣吗？带这感觉，哎呦！今天早上我老婆就是我带的，我以为她带的。嗨，这蓝衣服是哥大吗？哥大，就你的吗？现在我是不是得架上？没有，不着急，先拿他这个录。我没有，你蓝色是哥大的吗？啊，对啊，我录的是哥大的。一会儿红的是哪？红的是布朗。布朗怎么不穿
不是棕色。布朗就是那个这个颜色的主题色。他不是不让吗？那其实没有理解我的。我理解你的意思了，我就是很无奈表示。其实等于呵呵了你。我不敢呵呵。既有八个导游。其实敢呵呵我，不给他照片。默默掏出了手机，其实不怕呀，怕，特别怕。啥？哦，不是我带的是那个号坎，你这个连里边连个运动点的意思都没有，我就特别想到。不是，你要是说有啊，合适吗？小东，你带板子吗？大家都不带。拿着 T 恤给你穿吧，不是 T 恤那个，啊，对 T 恤。可以 T 恤呗。你让你穿我这个蓝色的呗。啊。他这个毛衣领子有，完全是。等雨来了之后，就特别灵动，到处。你先穿，好歹专业一点。我感觉现在看谁都挺灵动的。真的。有可能是因为我特别不灵动。哎，这三件是谁的？这是东北的。西北。东北 NEU， 咱们跟东北连队。是啊，是啊。这家伙。这是个相机，有点儿。配这个架，有点儿。啊，好可爱啊，这个架子。对啊，哥大可牛逼了呀！哥大是美东杯冠军。我们跟第一场跟哪？康奈尔。在哪？在板。咱们在这个球场，康奈尔人我不知道在哪。在我们这个吗？还是、这个？对，这个球场，这个对。你要不要录他们呢？为啥？因为咱们要踢哥大明天。哥大明天我没有哥大、啊。对，哥大肯定嗨，辛苦辛苦。帮我拿下来。你看你老公笑，一路笑过来。没穿队服，没想到连个夏夏的衣服都没有，穿了个衬衣呢。Jesse 姐，你开车了吗？开车。辛苦辛苦。不是那我们怎么来的？租车来的。不是都说了。朱席昨天晚上喝高了。哎，我们的设备还挺全呢。全？还是小相机？真是。跟齐队好。手表给你来。萌萌哒。Jesse 姐，听说你现在是女神了。对对对对，下站别黑我哈。最近我都没打算被人黑。在那边呢，你要去认识一下吗？不用，没有必要，我不上场。哎，这有厕所吗？有的，那个大房子里。我靠！哎，拉人呢。冲击热身吧。这场地不好，真的，那个尤其对膝盖还有脚踝，有必要带板吗？带吧，你要有板就带吧。看这情况啊。对，有板就带，有板就带，真的。一个。其实这边左边这个场是谁跟谁？普林跟达特茅斯的。普林的。对，普林是橘黄的。兄弟们吗？对。我想找地方坐呀，我随便哪儿都可坐。那儿有一个红的椅子是咱们的，然后那边有一个蓝的椅子，直接搬过来吧。太隆重。他们一帮男的也没必要占个椅子，一会儿还得踢球。
鬼哥，鬼哥，你的女神来了！来来来，是吗？来来来，女神你好。我们是欢乐搞笑组，我们是来了搞笑组。最近被你们黑的可以。不错不错，就是你应该穿那天拍照的衣服。怎么今天把腿遮住了？防晒。今天开车是吧？左手带你的，我的滤镜不行。其实我还有一个线，哦，不是，我现在眼镜吧？线啊，没有滤镜，什么？滤镜不行。哦，不专业的，是 auto， 是非常不专业。是 auto， 我看见。是，这活给你了，拍照，热身啊。谁？他不上场踢一吗？不知道怎么了，拍的还好，是吗？还不会上场，但他们前场好棒，是两个场，两个，我们踢这个。这个脱衣服要拍了，我们跟达特茅斯是吗？没有，我们不穿点儿。这一下午都在这儿抱着是吗？哎，经理，帮我看一眼那个相机吧。看什么？帮我看一眼相机。他在这儿呢。我知道，那个就是现在录的那个角度不好。哦，这个样子。这两个椅子你们都可以坐，没必要一直站着。没有，现在已经结束了，录什么？帮我摁一下，他这个使用间差29分钟。这个